你要是想让谭静过好日子呢，我不拦着。如果我能离，你能娶她吗？你怎么会招惹上这个无赖？他是谭静的丈夫。平平，他是我儿子。回去问你父亲吧，顺便问问他，我爸爸是怎么死的。自己做过的事情你不会忘了吧？没有啊，我记得。我记得你拿了我的钱，而且还解决了不少问题。你现在还跟我掰扯这些，你无不无聊？你们俩都是自作自受。我警告你，你要再让我知道你靠近我儿子，我就报警。你们俩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能跟我说一下吗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谭静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年发生什么事啊？你要是告诉我，我们可以一起面对，你就不用过得像现在这个样子。我过成什么样了？嫁给那个姓孙的。我们回不去了。我说什么都改变不了我们是成人儿女的事实。